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郑云龙。我在这预祝第四届学院奖圆满成功，也希望更多的优秀的音乐剧演员能站在学院奖的舞台上。各位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蔡鹏。第四届北京大学音乐剧学院奖已经拉开了序幕。作为北大的音乐剧人，我感到十分的自豪。我知道学院奖这一路走来其实并不容易，就像我们中国的音乐剧事业一样，虽然一路充满了艰辛，但是我相信最终一定会迎来辉煌。这就需要你、我和所有的音乐剧人一起共同努力。所以，让我们一起一路披荆斩棘，为中国音乐剧、为中国原创音乐剧加油、努力。最后，也希望第四届音乐剧学院奖能够顺利、圆满，为中国的音乐剧事业发现和输送更多更优秀的音乐剧人才，加油！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郑奇源。作为第一届的音乐剧学院奖的获奖者呢，很开心在这个视频当中与大家见面。今年呢是北京大学音乐剧学院奖的第四个年头，所以呢在这里祝福来参加这个比赛的同学们，祝你们取得好成绩。也同时希望你们在将来的日子里面能为中国原创的音乐剧做出你们自己的贡献，祝福你们，祝福北京大学音乐剧学院奖。